打嘅場面咧，最經典嘅就係、同一位外國人喺個日本屋嘅一個花園裏邊，即係嗰個決鬥咧，咁佢打咗一個叫做迷中拳，咁其實咧嗰啲係即係我哋見到係有啲西洋拳嘅步伐啊，同埋西洋拳嘅節奏啊咁樣。好靈活，即係靈活得嚟，好快又好勁咁樣咯。